了。啊，走了？对，他可能怕打扰，就走了。对，走，咱们出去走走。这坐着三轮啊？我在想，我干脆……哎，可以哦，哎，这个好了，这个好，这个好，这个好。你们上，坐，我来开。这个可以，这个可以。哇，来，小白来，小白上。那小白坐前面来。嘿，你真是一点都不客气，你会开吗？扎心，你骑车没问题啊？没问题。冷不冷啊？不冷啊。不冷就行。那走了啊。坐稳了哈，我尽量慢一点哈，我怕太晃的话你们坐不稳。可以，可以的，挺好，对不对？再加一根锄头。我们好酷啊，我们。这边你们看见这些，都是种的梨树。再过段时间就梨花开满，就是很漂亮的。千树万树梨花开。是你唱的歌里面有没有跟那个花或者植物有关的？好像没有哎。梨歌不是这个梨是吧？这个好笑。漂移一下，假装漂移。啊哦，咱往一边好吗？不然的话，感觉车要散架了。哇，好棒这个地方！哇，这里太漂亮了，可恶，手机居然忘了。这里这个生态很好的，小心有个颠簸。哦哦，我从我的屁股颠到我的牙，刚才。哎，你好。同款。你好，同款，没有，我们这比较大一点。哦，行。前面这个有个牌坊，这里就进村了，这个叫苏庄村。我家到了啊，我姓苏。哦，阿信，你是姓苏的？对对对对对。大概在三四年前，我在这个村里面没有两层楼的，全是平房来的。突然间，从三年前开始，有一户盖了个两层，所有人就开始可以盖。这旁边都是后盖的？对，全是后盖，这几年才盖的。你会发现它非常干净，它的街道非常干净。是，那村很干净的。对。哎呀，晒太阳挺好。要不要加入一下？可以啊，加入一下，加入一下。哎，阿姨，哇，这不是阿姨喽，这是阿姨的妈妈。阿姨，哎，干嘛？待会儿，待会儿，待会儿啊。我们有些外地的朋友来看我，我就带他们在村里面溜达溜达。对对对。太没你是谁呀、啊？我呀，我住在这个村里呢。说话我也听着有点儿。演那个黄标那个。哎呀，就是的，像是啊，是吧？是，是是就是。是我们都是他的跟班。他也是，也是我他大跟班。走。我给你介绍一下吧，这是阿信。哎，阿信，大家好，阿信，大家好，是唱歌的，对对对对，唱一首吧。行，你想听什么？唱父亲，刘和尚和俺唱的，唱一个。我、哦、这个就有点难了，这个有点难。那阿姨，你先唱，我跟着你唱。就自个儿唱，你和用我唱干什么呀？哦，没有，因为我没听过这首歌。老父亲呢不会唱，他没听过这首歌。什么呀？啊，我有一首成名曲。叫死了都要爱，不淋漓尽致不痛快。死了，对，我听过这。谢谢，嗯，谢谢谢谢。死了。不是。大爷说，这歌不要唱，不要唱，别唱别唱。那个马嘉祺，他也是唱歌的，但他现在他还在上大学呢，现在大学生。这小伙子真帅吧？真年轻，真好看。哈哈你是夸我呢还是？是不是啊？瘦，我这瘦，长个呢吗？我再大个几岁，我开始往宽了长。然后这姑娘叫江佩瑶，江佩瑶她是个演员，林家川。哎好，哎呀好，她也是演员。对，这种也很简单，见着演员了。不是，太简单了。是见到你们是我们的荣幸。希望你们常来，喝着喝，我家给你拿点水喝去。您家在哪呀？远吗？
哎，能去您家看看吗？上俺家看看去。看看就行，喝口水去。俺家属于农村的户，八十岁两位老人，那回头你能看出来？八十岁两位老人还都在这儿聊着，这地儿多开心呢。您有八十岁了吗？我看着您也就像六十出头。很会。那你是夸奖。这老大妈多大岁数了？大妈我估计七十多应该。七十多，哎呦我的天哪，八十多都拐弯了。将近九十了。说话就九十。阿姨九十。爸管什么呀？九十。多大妈咋值钱？人咋不值钱？值钱，家有一老如有一宝、啊。现在你就在农村的打扫卫生的，一超过五十岁都不吃香，人不愿意要。爸爸拉稀啊！你在这个村里面连扫地的都不要了。对，一过五十岁的时候都不要了。我是明年就不让干了。阿姨，我们俩都不是年轻人了，他还能扛两年，我也能还能扫几年。我在这个岗位上还能发光发热。对，佳琪。哎。有没有什么歌送给叔叔阿姨听？大声的，完整的唱一首。对对，完整的，完整的。我知道了，甜蜜蜜，你笑得多甜蜜，好像花儿开在春风里。还在春风。阿姨说：“嗯，有年头了，啊，有年头这歌、个，听过，肯定听过了，听过，肯定听过啊。”大点声，这小伙子怎么这么小点声？这也不是小伙子，我是，我就大他几岁而已。来，小马，你来吧。来，我之前是学那个通俗的，然后我学过一首歌叫映山红。哎，来，这个好，听起来很厉害哦。是夜半三更那个吗？对对对，夜半三更的，我给你配，我给你配，来，哥给你壮胆。好，下预备走。夜半三更哟，盼天明，盼冬腊月哟，盼春风。嘿。若要盼得哟，红军来，岭上开遍哟，映山红。好，谢谢。再来一个。很好。这冻了嘛卡？啥？很漂亮。潘东的他妈看没？潘东的他妈，潘东的他妈，潘东的他爸叫妈唱，叫潘金玉，俩都知道。知道你也唱一个。我不唱，会唱我都不唱。我们啊，接着去溜达溜达，你们晒太阳啊。之后再来给您唱歌啊。拜拜拜拜拜拜，明天再来。拜拜。走了，小白。